这些面食，这些都是快乐呀。你很爱吃面食吗？我很爱吃面食，我很爱吃米面、年糕那种黏黏的。这一切碳水呗。对，我特别爱吃碳水，就是我菜可以很简陋，就是菜我哪怕是个咸菜或者老干妈，但我吃饭我就吃的特别香。啊，碳水的快乐。碳水的快乐，没有人懂。逛超市的话，就是感觉到就是，它不像买衣服或者买那种东西，就是你可能花的钱也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可能就是能感受，就是说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那种生活气息啊。生活气息还挺舒服的。对，逛超市是一种可以治愈人的那种方式。对，就是买一些家里很方便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有幸福感，好看的碗啊，好看的杯子呀，比如说这个。对，好看的鸡蛋。鸡蛋，对，我之前就买了一个那个超可爱的一个碗，然后还买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粉色小锅，然后用来煮汤，煮完汤之后，然后再倒在那个碗里，然后再用那个托盘，然后放在那个茶几上，感觉这个菜就一定很好吃。感觉整个都是属于你的。对。你想怎么背背的？看你。你觉得公主抱也可以，反正。算了，现在端了一盘菜，背吧。那你试一下，你说完你接下一句。你连我的散伙饭都能吃到，我才不要跟你这样。你试一下。你看是吧？你试一下啊。啊！就你下意识就会往前倒了。那我还要做好准备。不用，你就下意识就好了。行，你连我的散伙饭都能吃到，我才不要跟你走。回家。哎，你一会儿小心啊，你腿稍微收一点。雪莉，你腿稍微收一点。我试一下，我出来。我试一下。我感觉我自己有点。我试一下，你腿稍微收一点。磕到了吗？没有。啊，好。